我是八妹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这个出水口这里啊。昨天一个大姐在这里找到大鲤鱼了，我今天过来看一看，看看咱们今天能不能找到鱼，顺便呢给大家来一个撒网教程啊。我们先把网捋成圆锥形，从自己的内侧提起一个兜啊，用我们的右手虎口啊，从小腿位置夹紧几根，慢慢往上收，45度啊，斜着往上收。哎呀，最后的左手勾起三个兜，看看后面这个档子。别人能达到不一定能达到啊，大爷能达到啊。那不一定。我们撒网的时候，首先啊，我们找到水面之后呢，马步要站好啊。好吧，来吧。3、2、1，走你。好，撒网。就这么撒下去了啊！其实这一网的话，撒的还行吧。咱们喜欢长网撒网的，记得给八妹来个一键三连哦。鱿鱼、美鱼不重要，我感觉啊，只要网撒的好，是不是都值得点个赞？大家能不能为我这个网撒的好点个赞？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都开始守网了啊。来，守网的时候咱不能急啊，慢慢来。看看大爷都能打到大鲤鱼，咱能不能打到大鲤鱼？哎哎哎！嗯，也稍微有一点点错。哎，咦、哎，有一点点小动静了。哎。哎，鲤鱼，鲤鱼，你在哪？嘿，妈，我还以为是条鱼呢。哎，这啥？妈，大垃圾！看来咱这鱼只认大爷。